大家好，我是段瑞。2023年是他确诊渐冻症的第四年，身体机能还在下滑，但是工作一天都没有放下。医生在大领导队进行药物研发。为了筹集科研资金，我们去年也开始直播带货，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。我们在这里送给大家一首诗，是李白的《上李庸》。什么缘呢？为什么选这首？想告诉大家，人生于世，心向大海，总是刮目以来，不言败，不飞沫。即使风雨停歇，仍然陪你入海成鲲。大鹏一日同梦你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苍溟水。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渐冻症患者和家庭。这是我的愿望。我在全世界为你读诗，同你一起诗约万里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